心中泛起的涟漪，能养一副不平的欢喜。婚姻是比较有市场的，所以像这种小的视频都不太合适，所以我们要想用耳环来体现它的这种夸张。潘传奇唱完之后啊，大概是在这里，然后牵手，然后是一个小大床。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大的。陈大师，我会在这个位置给他们俩一个追光。重点把这三张图看一下。哎，列总。哦，欢迎您，林小姐。这几套呢，就是我们药师的新品，我们会根据您的尺寸，在大秀之前调整修改。鞋子不对，再拿一双来。不是那个，不是这双，换一双。林小姐，你穿上走动一下。嗯，这个效果还不错。刘总来了。刘总，你们忙，你们忙，一切都还顺利吧？按部就班进行着，没什么大问题。那就好。林小姐，你把 HOKO 这一季的风格呀诠释得太到位了。谢谢刘总。方先生的新歌我不太懂，但我女儿可是你的铁粉啊。是，这事儿我可以作证。上回汉臣送我的那个签名专辑，在我手上还没捂热呢，就被刘总抢去拿回家送男女儿了。多谢刘总的支持。这位就是韩彻吧？年轻有为，后生可畏啊。分内工作而已。啊，总之这次辛苦大家了，为我们 HOKO 大秀做出了许多贡献。等大秀结束以后，我一定好好敬大家一杯，感谢大家拯救 HOKO 于危难之际。你们继续啊，继续。列总，不到半个月就出新计划，辛苦了，我很满意。你可是咱们公司的中流砥柱啊，全靠你了。好。韩彻，我知道了一个你的秘密哦。什么秘密？我的那件联名款是不是你拍下来的？是。暖暖，真的很贴心，你说对不对？你也知道吗？当然了，这个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再说了，作为礼物也最合适不过了。汉之学长，你说对吗？哎，暖暖，你是不是发烧了呀？怎么脸这么红？是有点烫，学长，要不你赶紧带我带他去。等一下，可是还有两分钟，副总找我们去会议室对细节。我带他去吧。
学长，我真的没发烧。我知道你没有发烧。那你为什么把我拉出来？我就是想看看他紧张的样子，他那张扑克脸，刚才想跟出来又没法跟出来的样子，不是很有趣吗？学长，你真是……怎么，你心疼了？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已经确定了？那为什么还不公开啊？是不是他不同意啊？不是，是我不同意。你看他一天天的在公司里进出，我不想别人传闲话。等什么时候没有什么工作对接的时候，那也差不多。你们刚刚在聊什么？您老人家这么神，还有你猜不到的东西哦。待会儿进去就公开。不要了。刘暖暖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地下情人，偷偷摸摸的。没有啊，不是一个名字而已嘛，为什么这么非要说？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老婆，我爱你。暖暖，正找你呢，副总叫你。哦，韩总，副总，您找我有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让你回梁家喘口气儿。你们设计部列总拼命，你们肯定也是跟着他一起拼命，累坏了吧？喝口咖啡。嗯，累是累，但是我学到了很多。嗯。副总，真的要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去设计部。哎呀，感谢我什么呀？我现在可是真的有点后悔了。我发现的一个好好的苗子，居然被设计部给截胡了，做了设计部的嫁衣，我这心里啊堵得慌。您不是说过吗？我去到哪儿都是您的兵。你记得这话就好。怎么了？还有事儿？我一会儿得去取鞋子。工厂不送啊？他们这是要造反的节奏啊？不不不，这次我们用的厂商不是我们平常用的，用的是列总同学独立做的鞋履工作室。嗯，位置特别远，但是都是手工做的，特别好看。给你看，你看，羽毛做的，确实挺美的呀。去吧，赶紧去忙吧。好。好好工作啊！暖暖，韩彻，你怎么来了？上车。我都快累劈了，下巴都尖了。挺好的，自然减肥，能忙是好事，闲心里才发慌。
前段时间我闲在家里那会儿，我心就跟猫抓似的，七上八下的，可难受了。难怪你去韩琛这工作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最近真的太忙了，都顾不上你。哎，没事。哎，不对呀，你是去上班的，还是去刺探情敌的呀？嗯，不愧是亲闺女，真了解我。说实话，我去那上班，我就是为了想搞清楚古力那臭小子到底在想什么。想你呗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还真不一定。反正自从那个乌龙以后，他对我的态度根本不一样了。哪不一样了？以前都是他围着我转，现在是我围着他转，他还半点反应都没有，他还冲着我发火。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放弃了。那，你喜欢他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心里空落落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不习惯呀，还是因为喜欢。参加大秀紧张吗？都准备好了，不过还是有点紧张。你放心，不会出任何的错误。虽然我已经经历过那么多次，但每场秀前你还是会忍不住紧张。这个行业其实非常残酷，每一次大秀都像一场战役，但也让我一次次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设计，为什么会投入这么大的热情？因为值得，对吗？叶总，谢谢你。我一直以来都想亲口和你说一声谢谢你。谢谢你留下我，给了我机会。打磨我，教导我。明天大秀，你想好穿什么了吗？我给你准备礼物，放你桌上了。谢谢你，列总。我第一次大秀的时候穿的就是一身黑，之后的每一次大秀都是如此。我们是设计师，光彩是台上的，黑色是谢幕最完美的颜色。暖暖，我送你这套衣服是希望有一天你独自谢幕的时候能够穿上。我期待着，李烈。是你的一眼就
看起来有气质多了。哎，你刚刚涂完口红，那再涂一次呗。谢谢，加油，晚上回家庆功。就这么走，保持哎，对对对，走到这个位置，哎，这个位置对，就这儿，然后定住，转身，转身，做光，哎，快快快，动作快点啊，快点。然后这个光线不知道在加强，还有这个地方的位置，然后张放那边小心一点，还有那个地方，在这个位置，我需要在这里加一束光。你再根据音乐把他们的出场顺序还有这个间隔时间再调整一下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还是太长。好，你放心。小导，一会儿我们需要让模特试一下衣服，你快点找后面两位，快点做准备。好，去后台让模特试一下衣服吧。对，还有这个光区落光你再看一下。好嘞好嘞好嘞，可以了，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 OK， 可以开始了。只要你能够幸福，我想不相信别在乎，就算留下我一个人走着两个人的路，一定要替我幸福，我愿意默默的。玲玲，玲玲，没事吧？我人没事，但是鞋。怎么办？我鞋坏了，我的也坏了，鞋又坏了，我的也坏了，都烂了，我的鞋也坏了，怎么办呀？还怎么走秀啊？你们开什么玩笑？这大秀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备用的鞋呢？备用的鞋呢？这些都是手工做的。一共赶出来的也就30多双，没有备用的。没有备用的了。行，哎，队总，现在该怎么办吧？这么多鞋一起出问题，不可能。那怎么办？鞋坏了谁敢穿啊？万一在台上摔了，以后还要不要去主办了？就是啊，衣服坏了没关系，那鞋子坏了，待会儿怎么上台啊？队总。咱们要不要跟大老板说一声延迟大秀啊？大秀必须按时开。叶总，我有个办法，可以试试。喂喂，状况你也看见了吧？我有个想法，但是需要你帮忙。怎么帮忙？整个视觉方案和音乐全都要换掉。你想要什么风格？热情，奔放。我要你把整个场子给炒热起来，像夏威夷一样热。没问题。没问题，老大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好吧？不过，我有一个要求。罗娜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？什么要求呀？你亲我一口。这种尴尬的时刻，我还是回避一下吧。在于这种火上眉毛的时候。我等着。可以了吧？
调集所有素材，我要更换视觉方案，我要三种效果，一种是热烈的海，一种是粉色的沙漠，还有鲜艳花和热带鸟类。视觉方案没有问题，但是音乐素材还是不够，还有几个小时了，我们上哪里去找合适的音乐、配乐、节奏、时长？老大，你忘了我们还要配合方案辰的演唱。我有，我有素材，我来弄。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我是为了暖暖。大家伙放心啊，既然列总答应咱们了啊，这个事儿能解决就一定能解决啊。我们现在没有退路，只有新路。我们用一个完全新的风格完成这场秀，相信我吧，把鞋全脱了。把鞋脱了怎么走啊？怎么走啊？可没走过这。鞋坏了，我们就不穿，我们光脚上台，光脚走。不是你疯了吧？咱们这回衣服搭配是大衣优雅风，这光着脚怎么优雅呀？我现在有一个完全新的想法，新的方案。你们愿意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，我愿意。暖暖说的对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能拼了。怎么这事啊？疯了，你们全部都疯了。哎，列总，您来正好啊，您得好好说说他们。今天这个秀如果是砸了，可跟我没有一点关系啊。暖暖，我也相信你，加油干。接下来呢，暖暖？接下来啊，接下来大家你们能找到的真丝花材全都拿出来，然后我们定制的敦煌化妆袍也拿出来吧，快快快，加油加油，快快啊，加油！学长，加油，你是最棒。韩晨准备。哎，等一下。对吧？暖暖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你全身都发着光，你刚好来了。嘿，调侃，完美。你真的最好了，每次到最后都是你帮我。谢谢你，暖暖。
我竟然真的做到了，而此时此刻，我心里竟然只有韩城。我想抱住他，告诉他，和他一起实现梦想的感动。这位就是总决选的视觉总监，也是国际著名视觉艺术大师 Kid。暖男做得特别好，不但临危不乱，还能将经典敦煌与现代元素结合，呈现了一台完美的大秀。暖暖，我到现在心还砰砰跳呢。对啊，暖暖你太厉害了，我到现在感觉像做梦一样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都是大家的功劳，谢谢你们配合。叶总，我们合个影啊。叶总，我们今晚庆功宴在哪儿啊？那是要去的，走吧。叶总，我想去找一个人。去吧。让他去忙去啊！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邱总。韩城，老大，我去停车场等你。韩城，你真的让我很在意，也很困惑。我不是个自作多情的女孩，可是你总是忽冷忽热。每次我想放弃的时候，你就会对我很好。我想抓紧你，你又会很冷漠。你到底是怎么想我，怎么看我的？对不起，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，让你误会。误会？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在总决选的时候帮我？给我舞台，让我夺冠。韩彻，我 King， 我一直都想这么叫你。我知道韩彻是属于所有人的，但是 King 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英雄。你是 King， 暖暖，你就是那个在总决选帮了林佳怡，害了我和韩雪的那个 King。 是，是我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早点告诉你，我以为安呢？林佳怡在问你呢。那只是报恩，是补偿。对不起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报恩，补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以为他就是我记忆里面的那个你，我弄错了。弄错了，所以你对我的好一切都是补偿而已呗。是。一开始我是想弥补我犯的错误，想补偿你，但是我知道了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自作多情，我的问题 ，King 大师，暖暖，我们走了。
暖暖，你先上车等我。果果，照顾一下他。哦，好，暖暖姐，你快上车吧。知道我有多少工作？我通告接着通告，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。每当我困到不行的时候，累到不行的时候，我只要想到暖暖的笑脸，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安稳，我才会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。我早就知道你是 King 了，但是我没有告诉他，是因为我不想伤害他。如果你现在执意要出现在他面前的话，只会加深对他的伤害。你想看到这样吗？我也不会给你机会的。试试。暖暖，你想去哪里？谢谢你啊，学长。有个地方我必须得去一下。希望原因都是我难言的理由，甘愿退后。你说今晚庆祝，这都是你准备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今天全部的观众都为我鼓掌。越要放开手，让我更心痛。察觉了你，我就想抱住你，告诉你我多开心，多骄傲。你说你想看我发光的样子，是这样吗？只要你能够幸福，我想不相信别在乎，就算留下我一个人走着两个人的路，一定要替我幸福。喜欢一个人好疼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
真的不用我陪你吗？没事儿，就是一些扫尾的工作，我想今晚就做完。那我在这里等你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放心吧，学长，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我工作第一位嘛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们是不是都知道了？就瞒着我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暖暖，都怪我，我当时就是怕你不想住在。住嘴！是我错了。我知道我不应该喜欢他。喜欢的不得了，这最搞笑的就是，我以为他也喜欢我，没想到，全是补偿。你没错，韩志他是喜欢你的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为一个人做那么多。他也为琳琳做过很多，可是他亲口说，他并不喜欢琳琳。怎么敢相信他为我做的一切就不是补偿呢？暖暖，真的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这样。你知道吗？以前有一个人跟我说过，很多人跟我说过，爱情就像用一把刀插进去胸口。我以为这是个比喻，我没想到真的很痛，我真的很痛，我真的很痛。暖暖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好，我给你解释。从来都是暖暖，一直都是暖暖。我想要帮的人是暖暖，因为这个发卡，我把你当成了他。你的意思是？你做的所有事情，都只是因为认错了人。对不起，让你误会了。我从来不是你的什么英雄。所以，你连一秒钟都没有喜欢过我。
呢？我对你的喜欢怎么办？我因为你的弄错了，而错给了你的心怎么办？你一定不知道吧？这也是我第一次喜欢一个人。你是我的初恋，好多人都以为我有很多人喜欢，我有很多人爱，我有很多机会，可是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站在我爱的人面前，祈求着他能来爱我。是我错了，我根本就不该去敲一堵墙。既然它不是一扇门的话，我为什么要去敲它呢？再见了，韩彻。希望原因都是我难言的理由，甘愿退后，可想念不由我。怪命运来捉弄，爱越要放开手，会让我更心痛。察觉了你偷偷冷落，比谁都渴望你好好的，哪怕被他取代了我。只要你能够幸福，我想不相信别在意。幸福。